九，杨问天，古今谁不死？不妙，误了正事，去给三少解酒的来。这赚大喽！山洞里有只石精，怪得很，他身上一定有些秘密，弄清了原委，我好脱身呐。山洞里有只石精，怪得很。这宝贝吧，不害臊！你快快快快走！本事不大，身倒平安。这滚滚开，不害臊！这狗子的真不识人，非要给我！我都要被你震碎了！饶命，饶命啊！赚大喽！哎呦，神清气爽！是你把咱叫醒的？多谢！咱现在得填饱肚子，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，那可得去瞧瞧。这些烂鼠肉食之若孽不吞针，气煞咱。哎，你想法子给咱找点好东西尝尝如何？老夫馋那必有馋的紧，在此干旱之地可能寻到。偶尔吃吃素也未尝不可。事情有了些眉目，那黄金之国真与这不毛之地有关。传说中黄金之国是太阳西沉落海之地，那里的人们以鼠为尊。
虎心风败了，想必你有几分神通。现在夺了他的宝物。